在8月17日的中午，黄磊的老婆孙俪首次晒出两岁小儿子的近照，让粉丝感觉到意外。因为自从小儿子出生之后，黄磊老师和老婆孙俪对小孩子的保护非常好，基本上不会在微博公开小儿子的照片。从这个照片能够看得出来，孩子坐在一个泡沫小船上，没有任何紧张的姿态，可见对水性还是比较好的。这位小男神有了爸爸妈妈良好的基因，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背影，就能看得出来一定是位小帅哥。小儿子的头发乌黑浓密，非常像妈妈。迟迟没有公开孩子的照片，可能也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。这张照片是经过精心处理过的，不管是从采光和角度上来讲都非常专业，可见孙俪作为妈妈对孩子的成长记录的用心之处。不少网友表示弟弟太可爱了，像是一个小肉球。在翻孙俪微博的时候，看得出来8月6号曾经将六岁小女儿的照片晒在微博上，而且女儿除了面部露出水面，整个身体是悬浮在水里的，可见女儿的水性也非常好。闭上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高高的鼻梁，撅起来的小嘴，实在是非常萌人，像极了一条小美人鱼。从细节就能看得出来，她的头发也是乌黑亮丽的。而且大女儿多多也出现过妈妈的微博当中，微博晒文是姐姐的夏天，姐姐穿着格子衬衫，扎着两个麻花辫，大抽可显得有些成熟，但依然特别机灵可爱。